当你伤心难过时，当你孤独沮丧时，是否有一种食物可以治愈你的心灵？也许这道食物让你难以忘怀，也许这道食物可以非常质朴简单。是不是林妈？一道治愈的食物不仅可以填饱你的胃，更能温暖你的心。今天王祖蓝与孙艺洲、贾乃亮与张赫就要敲开老百姓的家门，共同完成寻找最治愈食物的任务。四位饭友通过抽签获得不同数量的气球，气球数将成为本期每位饭友的可敲门次数。两组饭友需共同行动，其中一组成功蹭饭可将所剩气球交给另一组饭友，另一组则需继续寻找，在气球用完前蹭饭成功则任务完成。从来没有在上海街头上这么拉风过，真的，跳舞，金波亮亮，金波亮亮，哎，爆了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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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我的吧？我只有一个，我只有一个，是不是？等会儿等，啊，他这个还在，哎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我的少了一个，我的少了一个。就这儿了啊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哇，这么豪华的小区，到了，周府镇，再来了，兄弟们 ，money， 哇，这个小区很棒啊，庄园，莫奈庄园，这个是个居住区吗？居住小区，哇，这是别墅吧？今天的蹭饭地点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西部黄浦江东岸的周浦镇，拥有常住人口15.8万。首次走进别墅区蹭饭的四位饭友将如何完成任务呢？啊，这肯定有人啊！他家他家，来，一个男士，然后家里拖鞋很多，还有童心，看他的帽子，哎，哇。Hello， 哎，你好，我们是东方卫视《亲爱的来吃饭》节目组，嗯，啊，就是您不开心的时候有什么东西、什么食物最治愈您呢？你如果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吃什么最开心？我不开心的时候不吃东西，我不开心的时候不吃东西，不开心的时候不吃东西。好，我们再打，这回打完经典，打扰您了，谢谢。直接就啪关上了。我感觉我们吵醒他了，他应该在睡。是的，我感觉是在睡觉。啊，他家有，这家有人，这家有人。你好，侬好，侬好，我是亲爱的来吃饭节目组。这是比较纯天然的拒绝。小香侬啊，啊，这位是这儿的业主吗？哦，是吧？对，我不行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啊，没事。你吃饭了吗？吃饭，中午吃过了吧？啊，晚上没吃。可以到你家吃饭吗？我们家有狗，特别凶，因为它是就是伤过人，所以我不敢。哦，伤过人呐？对，因为咬过我的。这个疤痕吗？那其实是为了安全着想。刚才一个失败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对面在，对面在望着我们。对面在望着我们。哇，阿姨好漂亮。王祖贤，我见过你了，让我来喝茶吧。喝茶？喝茶不行，吃饭可以吗？我觉得你看眼睛，我说不出来是谁吧。阿姨，你听你这口音是哪里人啊？东北的。东北人。东北的。东北哪儿的？东北黑龙江的。黑龙江的。黑龙江的。哎呀，这是老乡。哎呀，别哭啊，阿姨。别哭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啊？我不觉得这小伙子我们脸熟悉。阿姨，你有什么？你觉得最爱吃的治能治愈你感情的一个食物？感情还是妈妈的味道。哦，那是什么样的菜系？哎呀，是都是大锅炖。大锅炖，铁锅炖，就是铁锅炖是吧？铁锅炖，铁锅炖。来我家，来我家照一照。走去敲那什么？走，敲门。阿姨还打扮了一下，阿姨还戴了眼镜。哎呦，阿姨，阿姨换衣服了。哇。阿姨这么快就来个换了衣服，戴了墨镜，这么飒，哇，真的，我感觉她是明星啊，亮亮。喝水了，好，走，吃吧，啊，来，哎呀，我们可不仅仅是喝水啊，我们是要吃饭的，吃饭蹭饭。我那个没准备，等我准备啊，你我约了时间，我就准备。你大概约什么时间？年夜饭，看一下阿姨的档。年夜饭，啊，年夜饭。
刚才那个算一个。子兰没有了，没机会了。哦，你现在不是什么？不是，所以什么？就是这家算你头上的，就算我吗？那没办法，人家阿姨一下就把你认出来了。哇，阿姨好漂亮，阿姨好漂亮。啊！快快快！有人吗？你来，你来。我就没有敲门的机会了。哎，应该是没有人啊，想了想了这么久。算一次。完了，少个球了。Hello， 你家快递，你家快递在门口，好像没有人呢。哇，自己捏一个吧。没人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喵喵。哇，是不是可爱的小姐姐？我来吧。是亲爱的来吃饭节目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呢，主要的目的是来蹭饭的。家里就你俩吗？对。哎呀，冬梅。哎呀，冬梅。你家是这样吗？啊，我们家冬梅就这样。这跟我颜色一个色吗？这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她穿这衣服跟我今天穿这衣服比较像。我们家是冬梅，你们家是什么？泡泡。泡泡。那你平时都在家里吃饭吗？那平时治愈你的食物是什么？治愈对，就是比如说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啊，或者你们吵架的时候会喜欢吃什么？我们不吵架，不吵架。你想不想进去啊？啊，泡面吧，泡面吧。泡面，因为我只会煮泡面。那你今天晚上本来就打算吃泡面？对，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，所以我们经常是赶不上吃饭，所以人吃的时候都比较简单。哦，怎么快怎么来。对，现在咱们吃顿好的吧。好呀，一顿好的泡面。你看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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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是希望你们都尽力了，但是泡面可能我们都好，没事儿，太突然了，不吃狗粮就行了。家里是真的不会备太多人吃泡面食物，不会太多人吃的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狗吃的会很多。你们平时都吃狗粮吗？我们是备猫的食物，不是主要是怎么？还有猫，还不是一家三口？对啊，我们家猫咪很多，你们怕猫咪吗？我是有点对动物的毛哮喘的。啊？你自己敲开了一个你自己进不去的门，我进去待个五六分钟看一看吧。小心小心，我进你家了好不好？泡泡，哎，那他们的气球要给我们吗？哦，来交接气球。哎，我有气球嘞，很多了。我把我的幸运带给你，走吧，祝你们泡面吃得愉快。我们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哦呦，你们家是猫猫之家吗？这么多猫。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，我们是宠物的从业者。啊，下来跟猫猫玩。我们可以先去楼上参观一下。哦，就属于猫猫之家那种。是吧？你们俩的照片拍得也很专业。哇，这层也有猫。好可爱，这些猫。我们进去聊吧，我们在这坐着。这里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一般这是我们的会客厅。你鼻子受得了吗？我可能等一下就不行了。你真可爱。
摸一摸好不好？来，好。你看，它有那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开心。嗯。哎呦，它长得好奇怪啊！凑过来让我挠。宝宝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元宝。元宝啊。那个，我们坐下聊吧。来，就坐这个吧。哇，你家就可以尽情的撸猫玩。听话，听话。一发不可收拾。出来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没感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现在有慢慢有点变痒了。因为现在冬天嘛，所以不通气就。你先出去，是透气的，你知道吗？真不行了哈。你把那个一周叫过来吧。行，感谢你们啊，让我参观了猫。左伦哥，你准备怎么用这八个球呢？我觉得我想疯狂的去敲门，过过瘾。那这里疯狂的敲门有点累，那我们就不在这个小区了。对，我觉得找一个公寓之类的。好，周哥，土拉哥，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被别人赶出来了吗？哇，哦，你真踹了，过敏啊。真的会哮喘，我以为自己行，其实不行。你喷药了吗？喷了，我刚才喷了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应该缓一会儿就好。我是没办法，我明白，但是就是过敏吗？对，就过敏，没办法。没关系，这锅我你顶了。孙哥，有机会一起拍就，或者去北京一定要招待你先。我要吃火锅，我点名要吃火锅。放心。这个就交接给你了，辛苦你了，拜拜。感谢孙老师。没有。哦，这个人家多一点。Hello。哇，好多孩子啊！这里看，又一个。哇，这个小区好多人呢。哇哦。哎，这里好不好？几楼看一下？哎，三楼。有灯，三楼吗？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亲爱的来吃饭。打扰了。哇，哎，你好，我们，拜拜。哇，你好，这栋楼感觉也不一定是很 OK 哦。哎，孙兰，请求。年轻人，你好，我们是亲爱的来吃饭节目，我可以问你几句吗？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最治愈你就吃完就很开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？蛋炒饭。为什么那么喜欢蛋炒饭呢？因为我自己就会做。那晚上，哎呦，哇，你好。王祖蓝吗？对，是真的吗？哎呦，我都认识了，没有认出来。还有，你最近应该是要对预产期这段最近了，这几天吗？对的，啊，恭喜你，送给你的宝宝，对，好大你的肚，人家最近不是也添血吗？对呀，就是交流一下，过几天一岁。嗯，对呀，好快。哎呀，哎，预产期什么时候？14号。14号，我那个17号。我那个一岁的时候，你那个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对。那我今天晚上有机会来蹭个饭吗？可以啊。OK 哦。OK 啊，那你们今天吃的是什么？都什么呢？今天想吃手擀面。手擀面，暖暖的暖人心。那手擀面，手擀面先记下，手擀面记下来。手擀面哦。还有蛋炒饭，今天还要看一下，其他哪个最治愈的食物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张贺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来吧，一起拍。我叫张贺。哦。要不要老公吗？啊，那个是我弟弟。好的，回家。哎呀，还是要小心说话呀。弟弟来。
好了，能用一下美颜吗？播出的时候。明白。我们楼下是三楼是敲了，我们就敲了一个。哎呦，好大声！哎呦，哎呦，给奶奶吓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奶奶。可以先回去，然后我敲个门吗？我们假装演一下。可以先回去，然后我敲个门吗？来来来，来演一下，敲门你就正常开门，当我们没来过一样。你好。哇，这么快。你好，我们是亲爱的来吃饭节目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哇，家里都有谁呢？阿姨，我和我妈，就我们两个，我娘两个。哦、哎呀，是啊，你晚上会做饭吗？今天晚上会做饭呀，今天剁掉鱼头。家里做这个，在家里做剁椒，剁鱼头在家里做，谁喜欢吃呢？是我是喜欢我吃我妈妈做的饭，我妈做什么我都喜欢吃。啊啊，那如果问你，你最治愈的食物是什么？那是剁椒鱼头吗？是我妈妈包的饺子。啊，饺子。对的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的饺子，哎。我看见他俩笑得那么幸福，我就好感动，心中一颤。然后真的看得出来，他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。啊、哎呀，我的想我妈了，救命啊！这么憨厚、哎哎，小兄弟，小兄弟还没有女朋友啊？没。要不要跟我们节目征婚一下？这样好尴尬的、啊，赫赫。但是我觉得你来吧，你想他要一个怎么样的老婆？找一个温柔贤惠。温柔贤惠。嗯，人又好，善良。善良。有孝心。你这有钱多了，看见你。我看到一家人就很善良，对，真的很有爱的一个家庭。哎，今天如果要你晚上包饺子的话，有可能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哎，我想知道什么叫可以呀、啊。不是我妈，就是我来之前，我妈就已经在准备我们晚饭的嘛。她第一反应肯定是说，啊、哦，我饭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啊、但是你说可以包饺子吗？她一包，肯定拒绝。她说可以呀、啊。太客气了，阿姨。哎呀，那我觉得包饺子这个也挺治愈的。对，我先记上。啊、就是爱心。爱心鱼头吗？爱心鱼头，孝顺饺子，厉害了！我们送一个气球给你们，让你们今天晚上开开心心。我们再考虑一下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你好！你们住哪家？住在隔壁。在哪里啊？楼上吗？就在那个旁边那个38号。你们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要不要回家吃饭呢？带我回家吃饭。可以。那送他一个气球。好，送你一个气球。我觉得这样也要送你一个气球。对，你快没有了。这样太乖了。那你们现在最喜欢吃什么呢？最喜欢吃。那时候最想吃什么？鸡腿。鸡腿。鸡腿。炸鸡吗？吃就爽了。你呢？那你呢？什么都喜欢吃。他喜欢吃豆腐，他吃的比我还要多，大概一天吃。两三碗，他跳街舞也比我跳得好。来一个 ，OK， 来吧。哎呀，来，要 PK 吗？哇，这个也是就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回家了。好热闹啊，这个小区。你会跳舞吗？会。啊，跳一个，跳一个。也送你一个气球。哎，我们可以说一声“亲爱的来吃饭”好不好？对对，一二三，亲爱的来吃饭。还是我们差不多，在这些两家里面找，就选一家。我们可以来你家蹭饭吗？可以啊，欢迎！哎呦，太感谢了！哎耶！
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是来蹭饭来了。有味道吗？进来。这真的有。习惯就好。哎呀，一周来了。你看看我身体上，全都是毛。全是毛是吧？你先吃点这个。啊，他这个自己做的这个饼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嗯，做的那个荞麦饼，减肥的纤维饼。不是，为什么有点硬啊？有点潮了，没潮，他就这样了。这是他们自己家做的这个，自己做的这么厉害？我们自己做的，嗯，对。你尝这个蓝莓味的，这个特别好。这个反正有点干，紫薯，嗯，因为这个对猫特别好。不是，不会。我很偶然的听到了什么？对谁好？对，小动物。猫。不是，这是猫粮。是我们其实非常提倡一种饮食观念，就是叫人宠共食啊。对，这个其实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减肥的饼干，但是对猫猫狗狗来说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一个。我是觉得你这是个坑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怎么称呼啊？我姓蔡，免贵姓蔡。姓蔡，对，蔡蔡依林的蔡。蔡依林的。那但是你不是叫蔡依林呗？蔡依林不叫，我叫蔡青松。蔡青松那应该怎么叫你了？青松对，蔡青松，青色的青，松树的松。我是正月出生的，下雪的时候，然后我妈是语文老师嘛，难怪起了名青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切之，然后给我起的。难怪来到这个家特别轻松。对，那。这里就你跟阿姨一起住，就两个人。我三姐在六楼，这是四楼。三姐在六楼，就在六楼。二姐在隔壁的一栋楼。三姐、二姐、一姐呢？我大姐在陆家嘴那边，然后我四姐在过了有2公里的小区。那四个姐姐，那你是老五？对，我是老五。哇，那兄弟你好幸福啊！家里没放什么照片呢。看照片不如大家都在一起来的比较真实一点。可以叫他们过来一起吃饭吗？可以啊，我们有自己的家里面一个群嘛。哦，有一个群，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群。老实说啊，真的打了啊，王祖蓝跟张赫来吃饭，你们来不来？快，立马就来。本来家里在做饭，不做了，来你家吃饭。已经在做饺子了吗？嗯，和面呢？还有和面了。皮啊，就是那个饺子皮。哎，怎么有这么多的肉啊？那买个排骨，给你红烧的。红烧排骨啊？要不我来吧，红烧排骨我会啊，我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啊，这东北菜嘛。太棒。对，我可以。那可以让赫赫来一个吗？可以啊。我可以做红烧排骨。我做个红烧排骨吧。就突然之间来蹭饭，还是要有点感谢，还是要？你看，要不阿姨一个人做那么多东西。好，亮亮那边是不是在吃泡面呢？还是狗粮啊？我们这边有温暖的饺子，还有红烧排骨啊，剁椒鱼头是吧？对。哎呦，哎 ，hello， 泡泡，我是一周啊。Hello， 我是一周啊，干啥呢？我是一周啊，你们在干嘛呢？我们到了一户人家，我们马上要开始包饺子，然后我要做红烧排骨了。你们现在才刚找到人家吗？有一个想招待我们，但是呢，她就怀孕过2天就生了。对方都能想到这么好的借口再拒绝你们啊？是真的，不是想理由啊，他们很想招待我们。主人给我们看一下呀。主人呢？好，给阿姨看一下。来，给阿姨看一下。你看阿姨给打招呼，这是贾乃亮。我们的竞争对手，他们好惨，吃泡面。我看见他们眼都红了，是洋葱吗？看切葱切的。哎呀，他们两个好有爱，一起两个人一起切葱。啊，可以过来让我镜头看一下你们现在是有多感动吗？很感动。阿姨，看看两个眼红了，给个特写。
你们继续吃泡面呗，啊，努力吃啊！我说，我先把排骨焯一下吧。好的，我再焯一下吧。啊，我焯一下。好，先焯一下。第一步，先把肉焯一下，这样可以滤出来的血。什么擀皮儿？教你一下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教我一下，教我一下，教我一下。这个主要就是大葱还有猪肉就没有其他了，哎呀好香啊，然后让你们就眼睛都红了，对，切得很粗红的，还有香油，香油，香油，我闻到香油的味道，对，有香油，胡椒粉有吗？有，没有，是三样，特别要看他的手，很熟练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妈妈的手，那杨杨，你叫一下我，你叫一下我，应该是怎样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可以。为什么它卷起来了？这个放点面，它粘住了。这个啊，它粘住了。对，你放点面就可以了。哦，面粉。轻轻的吗？嗯，轻轻的就可以了。蓝哥，这像地图一样。轻松，这句话让我可不轻松了。你这进步的空间很大呀。你太客气了，永远就是要批评一个人，就你进步的空间好大哦。就是饺子对你来说是代表了什么呢？妈妈的爱呀。如果你从外面就是很累，上班很累，如果看到家里妈妈已经包好了饺子，热气腾腾的，感觉心里非常开心，非常高兴。对，听到开心不？你听到这句话开心不？开心，开心。哎呀，97年香港回归那年，11国庆，我就去北京。跟我中学的同学老师去交流，然后北京的朋友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，那个时候招待我们的就是饺子，原来就是用饺子去招待一个朋友的话，就代表其实是非常看重你们的这个身份。对，阿姨，我发现你一个家里特别大的秘密，你一直在看东方卫视啊？啊，对的。每天都看这个。哎呦，那你就可以在电视里面看到你自己了。哎呀，还有，哎，他也有这个光荣之家，有人当过兵啊，在这个家里面。是我儿子当过兵。哦，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从学校入伍的。哦，那你是什么兵种啊？我是海军航空兵。海军航空兵，老班长。我刚刚演了那个空降兵，航空，太有缘分了，这真是。你今年国庆节去北京，我在那个花车上看到你了，哎呀，好幸福，真的好幸福，非常非常的激动，那天真的非常激动，哇，那天我看到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兴奋的，每一个人感觉都是光荣之家，有国家才能有我们小家，我们小家。很和睦了，然后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嘛。你果然是光荣之家呀！我妈妈教育的好。我三姐。王祖蓝，哇，是我们那个王祖蓝，他做个什么节目？你是三姐吗？对。三姐你好。你好。你是轻松的姐姐吗？对，我是大姐姐哦。哎呀，看过你的节目，你好帅啊，好逗。哎呀。你是蔡兴奋对不对？你是叫蔡兴奋吗？太激动！加你微信吗？姐姐，我结婚了。结婚了，这个也没关系吧？姐姐是每个礼拜都来吃饭吗？我是每天晚上都在这边吃饭。每天晚上？对，我在六楼。哦，你也是每天来蹭饭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就是那个蹭饭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哇！好香哦，是吧？还可以吧？家的感觉啊！
你好像在演播什么事情，三姐，我觉得你也要加他一个微信。对对，我就想，我刚去激动一下，来，帅哥。Hello， 三姐，你好，我叫张赫。我演过叫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我还演过。好帅哦！我们加一下微信吗？好。OK。可以加微信，可以加微信。你竟然会烧菜？对，我会烧，我东北人啊。哎呀，好逗啊！二姐，哇，二姐你好！哇，看见王祖蓝大帅哥！哇，哎呀，哇，真的笑，他笑我，你看，哇，好可爱呀！叫什么名字？叫张笑盈，笑语盈盈，正月十五。哦。难怪一看到我就笑。哇，对的。哎，他不怕陌生人哦。不怕，你那么有亲和力。没有。好。哎，帅哥在那边啦。你干嘛，赫赫？我本来说等姐姐们都来了，我才开始吃。我尝一下味道先，我怕不好吃，先尝一下味道。您尝尝好了。哎，没有，不要吓到你哦。没有呀，他对你很感兴趣，你看他一直看你哦。你看帅爸爸，另外一个帅爸爸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就问最治愈的食物是什么，然后弟弟就说是妈妈的饺子。然后对你们来说也是妈妈的饺子吗？还是妈妈的其他菜？妈妈的饺子。也是饺子吗？对，我觉得哪里的都没有我妈做的像，就是我。所以现在公司他有那种下饺子，我从来都不要的，我还不如吃他的面，因为我觉得就我妈因为会经常包饺子嘛，就是吃完自己妈妈的，就外面就不能再吃饺子，就不能再吃了。对的。哎呀，我也是这样，我吃过我老婆做的牛排，我就不能再吃外面的牛排。你老婆，你也运气好，你老婆又漂亮又贤惠。哇，好多人。你怎么不说她运气好呢？哇，她运气更好。开玩笑，我真的运气好。四姐。四姐吗？这是真的。我是假的。四姐来吧来吧，一起帮忙包饺子好不？哎呦，我还在激动呢。先洗个手来吧，没不用激动啊啊。哎，你以后天天来，你别走了。那我老婆怎么办呢？带宝宝来。带老婆来。带老婆来。带老婆来。要说到做到，人家都录着呢。来比谁包得快吧，你看我专业的，我跟你说。四姐可主动了，他们都说我包得挺好的，你一来就我，你看我不专业，你不好对不对？我弟不在，我弟没来，你是我弟的偶像。你是我弟的偶像。哎，你弟怎么不在了？他一直在呀、啊，你连你弟都看不见了。你我眼里只有你，四姐，我都不是。激动激动激动，收。哎呦，收一点。嫁出去了吗？还没。我女儿都很大了。这样。还相信我还差点信啊。我觉得要对着这给我弟打个广告。打过了。打过了。哎，再打一次。哎，打个广告，打广告，打广告，打广告。可以了。哎，别害羞呀，我跟你说，咱妈急得很。来，打广告，这个对着这里说。我这个弟弟，他是，哎，我一说又想起了我妈。想起了我妈怎么把我们养大，我这个要哭了。啊，再就说呗。对对对。我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妈妈，先给我妈打个广告，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孩子，就是在安徽特别特别偏远的地方，然后我妈就把我们五哥养大，然后自己贷款让我们全部上大学读研啊，包括读什么，就是我妈这一生过得特别不容易，所以现在她，我觉得今天有机会，特别是她这人还能有个人，你能让他今天肯定特别开心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几个都成家立业了，然后都就是他们都是科学家，其实我姐是搞科研的，
我自己本身搞金融的，所以现在这是我妈的心事啊。所以其实她有非常一个就是四个姐姐，包括一个很完美的爸爸妈妈。所以如果有哪一个小姑娘，赶紧的，我弟这边绝对的一个优质男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觉得要先给阿姨一个拥抱。对对对，太好了，阿姨。我妈在我们那边是名人。太厉害了，阿姨，向你学习，向你学习，不容易，对，真的不容易。其实我们那很多都让女孩子其实都出去打工的，我妈就坚决就是让孩子一定要读书。然后要让自己能够将来能够有自己的事情，有自己的选择。因为他也是老师，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嘛。对。再说一次，老师。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，我一定要，再苦再累都要叫我的孩子上学。我觉得今天刚好你们招待我们是我们的荣幸，真的是我们的荣幸。嗯。好。我们一定要开心的吃你的饺子，加油，充满爱的饺子，加油。哇，谢谢，看出来好不好吃，出来好不好吃。这个这么帅。你好，我叫张赫。你叫张赫。你好。看什么电视剧？他这么帅。没有没有，不帅。OK OK， 你有孩子了 OK。别太兴奋，别太激动。是不是现在觉得嫁得太早了？后悔死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还认真的。我帮你救上你，老公会看电视的好不？这个可以掐了。怎么这个家庭让我又笑又哭的？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我们尝一下，要点评一下。你先尝一下，这可以软一点，有点硬了，是吧？怎么样？很好，是吗？很好，很好。嗯，外焦里嫩的。嗯，也真的、啊、很好，好香，真的好香啊！好吃，调味可以，很好吃。我们掌声给赫赫。是真好吃，真好吃，吓死了！来，给他们一人来一块吧。嗯，我看你，我一说你就笑我，我先给你一块。大姐你好，还有赫赫、张赫，你好，张赫你好，你好。来，大姐尝一下我做的排骨。那个麦，我看看，谢谢。啊，尝尝，张赫做的东北口味的，我是东北人。但是你没有东北的口音了，已经。对，我是演员嘛，都一定要。说明台词好。说明一点，台词要好。唱歌的原来。哎，你要不来一首吧？你要不来一首吧？嗯。啊不你都 Q 了，我都。不是，我就说一下。来一首，来一首。四姐 Q 你啊 ，Q 我哎，哇，主持人啊，真的是，来一首，而且来完一首，然后这边配档配合，这个 tempo 非常的好，对，哇，真的厉害了，这个家庭真是太厉害了，来，来一首，还抓着，还看出来我想绕过去，怎么办？我这，哎呦，一个老艺人都没绕过去啊。来，举牌！来，举牌！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。我们都说好了爱。哇！可以啊，真的很好啊！哇，你赶得好圆啊！哎，进步了，我越怎么赶得好圆啊？这个，这个好，轻松。这个，这个是地图吗？是地球吧？哎呀，很丑啊，很丑啊！如果这样捏捏，很丑啊。那这样要点水捏捏吗？对的。好嘞，蛮好。可以吗？可以的。然后这样子吗？来，
下呗。我看看，我看看手，我看看开没开锅。到上海来就到我们家来啊！哎呀，我一定打电话提前，我给你包好饺子。哎呀，我很喜欢你的。哎呀，不用客气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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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找到这个家庭真的，真的中奖了，都是要鱼头是吧？哦，就是我们一开门就听得见的那个剁椒鱼头。哇！哎呦，阿姨这放了多少个鸡蛋啊？真的，平时我们就是一小半吧。妈，这偏心有点厉害。老妈，你偏心啊！谢谢你啊，阿姨。不用谢。突然间要做那么多菜，没有菜，我们也没。不知道你要来，哎，这样才好玩嘛。不知道。你知道我要来就不好玩了。还没好呢，还没好。我妈就不回来。还没好吗？好了。就是啊，是这样的吗？本来是混在一起的，但给你们不能吃啊。来，先坐。阿姨，这里。张姐，来，大姐、二姐。阿姨张，哇，好久没吃这种家里的饭。感谢阿姨，感谢轻松四位姐姐。我们现在不客气了，吃饭了。谢谢阿姨，谢谢你们。谢谢阿姨。嗯，叫什么阿姨你们啊？鱼头给你的，谢谢。来吧。快尝尝饺子，尝。哦，这样。哎呀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饺子。快拍我。他绝对是孝子的那种。我说起来挺惭愧，我没有为我家人做过一道菜的。就第一次给别人给？没有，不是给第一次，就是给女朋友啊，给朋友们啊，或者大家聚会啊什么的。哎呦，给女朋友你？你听见四个姐姐吗？哦。我长这么大了还不能有个女朋友啊？我成天吹跟我爸妈说我会做饭，他们都不相信。这个节目播出过后，就肯定相信了。你要抢我的话呢？我刚想说。四姐，多吃点，少说点。反正我看见阿姨，我们一说她就不吃了。你来介绍一下，他们是什么大学毕业？妈妈说：“哎呀，太多了，我记不清，原来记不住。”那大姐的学历是？北京的学校，中国矿业大学。哦哟，二姐哪里毕业呢？我是同济的，就是从2000年一直到2007年。那三姐哪里毕业？三姐，我是本科是复旦大学。同济、复旦，那你呢？你最难带的那个？我是财经大学的硕士。硕士。祖蓝哥这学历是？我是香港演艺学院一级荣誉毕业的。荣誉？那个意思就是那年我是考第一名的。哦哟，厉害！所以我还是可以坐在这里吃饭的。我端着碗去旁边。轻松呢。我大三的时候，然后去当兵了。你很好啊，光荣之家没有你，怎么可能有这个称呼呢？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们哪里毕业，哪里出生，你的一切都是父母给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那可以形容一下以前在安徽的日子，就是阿姨是怎么带你们的吗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，就中午她就从来不吃饭，她就早上吃多一点。因为吃饭要花钱嘛，然后他就顶到那个下午回来的时候，在照顾我外公的时候得了高血压嘛，然后他后面就一直高血压，然后他
降压药，他就这虽然这不可取啊，他就尽量不吃，然后就为了省钱。不管再苦再难，都要叫孩子上学。不容易啊，就是本来在安徽农村是吧？又比较偏远，农村里面其实真真正正生活在那里，你会体会特别深。哎呀，旁边邻居说，你看，女孩子让她上什么？出去打工呀，一年学费200块钱，哪有这么多钱？但是我妈妈她会告诉我们说，只有学习你才能更知道更多的东西，才会更好。尤其女孩子，你更要读书。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，在你们身上真的看到了。我妈一句很名言，就是我砸锅卖铁，我贷款都要叫你们上。大学都是贷款的，等我们慢慢我俩毕业了就好了。工作了吗？在工作，就是在带他们。阿姨太厉害了，让我想起了我妈妈也是这样。我在研学院第二年的时候，我爸就患了癌症，没有工作的能力吧。他本来也是只是一个运力车的司机，然后我妈就像阿姨一样，就白天去工作兼职几个小时，就楼下那种港式茶餐厅，就只能做几个小时，因为她还要跟你们一样，就是要回家做饭。后来我爸也是。就是过两年就走了嘛，最困难就是那年，所以我们今天很骄傲地说，哎呀，我们哪个学校毕业啊，我们学习成绩怎么样，然后身边的人都知道等等，但其实一路就是妈妈的支持，感谢妈妈啊。妈妈身体健康，对，我们其实最大的心愿妈妈身体健康，因为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冠心病，对，前几年他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，支架手术，因为做完以后也要一些化疗放疗什么的，所以我弟弟当时是每一夜都在旁边陪着。那段时间他们是一个一个轮着来看你吗？都去看，谁有空谁去，就是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我们家一直是这样。不管是你出钱还是出力，最重要就是出爱。对的。我五个孩子都很孝顺的，孝顺的很。只要有假期就带我去旅游，多好呀！到过很多地方。我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出旅游，她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旅游。你最喜欢、最印象深刻的是哪次？哪一次都开心，因为一个同的人带的。我刚有一个同事啊，他就带他姥姥去嘛，然后他说他姥姥。比谁都跑得快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妈就是这样。你真的好了解，是不是真的？还有她最大的兴趣就是来这个景点拍一个，来这个景点拍一个。她好了解，那就是她了。不旅游哪里都不舒服，一旅游哪里都舒服。老色一呀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一堆小朋友都来了。哎呦，谁来了？哎呦。我们提前吃了个年夜饭了，哎呀！看到这样一个家庭，有什么感受？我也要生孩子，我也要结婚，我要生孩子，我要生宝宝，耶！哎，我要生宝宝，招亲招亲招亲！不行不行，祖蓝哥，我还要当偶像艺人，再当两年啊！我很开心，我们今天吃了一个起早的年夜饭，然后沾沾你们的喜气。哎呀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我看见阿姨那么健康，能够经过那么大的手术，今天也能帮我们做那么好的菜，肯定是你们家里的人每天都带给她很多的欢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也感受到他们的欢乐。亲爱的，来吃饭。那为什么会养这么多猫呢？我刚毕业那会儿，广告公司里面工作，特别辛苦，就是每天加班那种，然后加班加的就是没点儿，啊，凌晨才对。你能体会到那种你很认真的做了一件事，但是不被认可。然后我就不想回家嘛，然后后来我就在街上溜达，机缘巧合之下经过一家宠物店，橱窗很大，其他猫都睡觉了，
有一只猫，它看见我的时候突然醒过来，然后就扒了那个橱窗，一直扒，一直扒，一直扒。它那个眼神就是快点带我回家，快点带我回家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对它看了很久，至少十分钟吧，它一直保持那个状态，因为我在想其他猫可能也会起来，但它就是那一只猫在那里、啊。对，然后我走进去，然后我就说，带回家吧。就是我第一只猫。后来那个猫就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、啊、非常非常多的快乐。都煮什么呀？猫都吃什么呀？鸡胸肉，就是我们人吃的话就是健身餐。更多的猫吃鸡？对，它更多是需要蛋白质。你家这么多的鸡肉都是给猫买的呀？对对对。今天家里面猫四块够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看看，你一会儿帮我看着肉熟没熟吧。一般是煮15分钟左右。看你拍的那个特警队那片子啊，嗯，我看那个预告片特别燃。其实我挺好奇，就是你们平时在片场啊什么的吃泡面吗？泡吃，我们有时候拍戏就着风，就把那很潦草的把泡面吃掉之后，赶紧去拍戏。其实说实话，放点佐料，人都想吃了。这就可以了。我们要配合猫粮和这个东西一起吃。啊、都饿了吗？上来，来，来。哎呦，抢的好厉害！好了，剩下的就给泡泡吃吧。来了，吃吧，宝贝吃吧。二位是可以煮面了吗？可以煮面了吧？我饿的都不行了。现在揭盖了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哇哦！先闻一下。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方便面是最治愈你的。其实我以前是在咱们俩在一起之前不怎么吃。他是不吃辣的。那段时间我跟他工作压力都比较大。当时我刚开始做猫舍的时候呢，家人表示非常不理解，然后没有人给我提供任何的帮助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患上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叫饥饿躁郁症，然后也特别的暴躁，有一点小事情我就会生气发火。那个时候晚上可能很饿很饿，我说饿了，然后月月也会起来帮我煮一包泡面，然后加点鸡蛋，就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样子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。那一碗面下去就什么脾气都没有了，我就觉得说啊，原来泡面可以那么好吃。哦，很温馨的一个点。一路创业以来，我跟我老婆也是互相扶持嘛，她很辛苦，她很辛苦，嗯，开店，嗯，忙活。没有，因为我跟月月真的是花了很多心血在里面的。然后我老婆呢，就是她没有就在筹备这家新店的时候，我老婆是设计师嘛，她每天晚上3-4点钟还要跟其他的设计人员一起开会，然后说整理这个整理那个，然后我们也投了很多钱，我老婆把自己的嫁妆都投进去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到位的地方。我就觉得挺对不起的，特别害怕我老丈人看了这个节目。对我一直都蛮好的。如果以我的角度，我倒希望他看到看到这一期的节目，我想他会无比的骄傲，他选择了你，让你们一起在为猫做这些事情呢，非常好，你有爱心。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把方便面吃得这么开心，真的很治愈。也祝福你们越来越好。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哪个节目印象最深刻？每个都很深刻，尤其是王总长和他们一家人，真的现场帮他叫的喉咙哑了。王总长，我爱你，超级粉丝，然后这样的。
登录微博搜索亲爱的来吃饭，想吃什么由你点。感谢凤凰娱乐、网易娱乐、中华网、中国网、国际在线、环球网、中国青年网、凤凰娱乐、中国娱乐网、腾讯大声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下载超级星饭团引力资讯一点资讯客户端 QQ 超级粉丝团 ForFans 懒饭 APP 巴沙印闪萌 WiFi 万能钥匙蜗牛睡眠前程无忧五幺叫不了解更多节目内容。